我说了，我是来找小柔的，她需要我。好像有人在偷窥我，监视我。舔小柔手的不是她的狗，而是……二姑死了，被你弄死的。节目每期五位玩家，四名侦探和一名当事人。四名侦探通过对当事人进行提问，寻求真相，还原案情。当事人只能回答是或不是。侦探推理出一个关键点，可点亮一盏明灯，并获得一积分。复盘成功者获三分，失败扣两分。积分最高的侦探将成为本期时空侦探团 MVP。主要是我叫大家来的，这里呢是我的闺蜜小柔的家，然后她这两天跟我说她要出去，让我来帮她看一下家。哎，不是说在这儿等我吗？哎，怎么空调也没有关呀？30度，蒸桑拿哦。不是，我平时都开30度，我一般2开27到28。空调没关，证明人刚走不久。这个灯怎么坏了？黑马术跳起来把它打坏了。那你太高看黑马术。没必要，没必要。我站在桌子上把它打坏了。按照身高来说，应该是工藤司君。工藤司君，你能把它撞坏吗？是你了，凶手就是你。哦，那我知道了，肯定有人在这个屋里面踢足球，就是你。也可能是高抬腿。但是这么高应该是头球、就是你用这根拐杖。哦，你有作案的武器啊，普尔摩斯。倒说，你看我确实就打不到，打不到。哎，这个人鬼鬼祟祟的，非常可疑。你们是这家的主人吧？是，真的是吗？是，可以是，可以是。现在是了，我们是时空侦探团。我曾经也是，你信吗？被开除了，那我把它交给你们了。好，我说了，我是来找小柔的，她需要我。我叫严泽礼，我的网恋对象小柔告诉我，她遇到了一堆怪事。一大早醒来，她的宠物狗就浑身僵硬地躺在她身边，可明明昨天晚上，她的狗还舔过她的手。我今天是来保护他查清原因的，可还没进门，保安就把我抓起来了。我想找小欧，他就好像消失了一样，怎么也联系不到他。我是来找小柔的，放心，我是黑马侦探。算了，搞错了，再来。放心，我是黑马侦探，黑马术，你的小柔。不要笑啊，别笑了你。我是黑马侦探黑马术，放心，你的小柔交给我来保护。好，今天有黑马术在，我们就放心了。各位，太好了，太放心了。小柔的手上有毒，与此无关。舔小柔手的不是他的狗，而是潜入他家的人。是。好恶心啊！舔狗。潜入他家的人是你。舔他手的人就是你。是，工藤司君加一分。你舔他的手是为了给他安全感？不是。你好变态，你这样说才变态。我感觉当时我已经不想参与了。小柔上班你就到他家里来，与此无关。你住他家？不是。你跟狗住一起？赶出去。二姑死了？是。被你弄死的？是。哦，你好吓人啊。怎么弄死的不重要，反正他弄死。你经常偷偷潜入他的家中？是。你是偷窥狂？不是。
你是变态杀人魔。哎，你这里有点毛病。哦，所以小柔家的怪事是由你造成的。是，公仆思君，加一分。我回家啦。哎呦哎呦。哎，雪雪你来了。我今天是有正事的，就是我最近感觉到好像有人在偷窥我、监视我，所以我就想找一个猛男来保护我。刚才不是说由你来守护猛男在这里？我们最猛的猛男，在30秒之内夹爆5个气球或者吹爆3个气球，就可以成为我的猛男了。看我的肺活量，真是加油！30、29、28、27、26、25、24，越来越小了呢。猛男很猛，但是肺活量还不太好。你好像30秒只能吹一个都不到吧？还不爆？5、4、3、2、1。放一个可以了，算数，可以。背对背，你们两个双手先扣着，双手先扣着。那我怎么堵耳朵呀？松开一点，我把气球放进去，然后你们就开始。好，呼。你们两个在干嘛？在干啥？你们这个背心有点问题，真的。哎。哎。哎哎，可以可以。现在呢，我决定选出我心目当中的猛男了。你给他表演个机长俯卧撑，好吧？机长俯卧撑现在都可以啊，整活了。哇哇哇！哇，好厉害！健身没白健啊！都说过了，你的小柔由我来保护。哇哇！可以可以。那么呢，我就想选出我刚刚心目中的猛男。哎，那我就当人。以后你就是我的猛男了，有了你，我就再也不用怕这个坏人了。柔。通缉令：王帅帅，男，年龄不好说。特征：王帅帅未婚，不擅长和女生说话，长期团伙作案。团伙里面一个人负责社交约人、抢劫财物，一个人负责搜集信息、锁定住址，造成了多起入室盗窃案。此人长期在逃，希望知情者提供线索。王帅帅是你的同伙？否，你就是王帅帅。工藤司君，加一分。哦，你就是王帅帅啊？那你是来小柔家偷东西的吧？是。你经常利用网恋来骗取女生的信任？是。你的同伙把小柔给绑架了？否。小柔被藏起来了？否。小柔躲在床底？小柔有新的男朋友了？与此无关。小柔入伙了，与此无关。既然大家推到了这儿，来一次空投吧。来，这是你的手机，小柔的手机。哦，我的丽丽丽丽，你的丽丽吗？你今天特别讨厌。哦，这是他跟很多女生聊天的记录。啊，恶心哦。小柔比害怕，我会来保护你的，不用回去找你爸妈，这样只会让他们担心。今晚你把贵重物品都藏到床底下，一定没事了。我明天就来陪你。对啊，他就是让他藏在床底下。我叫严泽礼，请保护好我的恋人小柔，我马上就要去杀他了，请阻止我。这条短信不是你发的？是。这条短信不是人类发的？是。这条短信是系统自动发的？哎，不是。这条短信是 AI 发的？是。黑马柱，加一分。我毕竟是搞人工智能的嘛，这个我比较熟。这个人工智能发现了
你的所作所为。是。所以这个人工智能在保护小柔。是。人工智能由于通过你和不同的女性进行高频的交流，发现你这个人有问题，于是开始对他们进行警告。是。这个人工智能是国家反诈中心 APP。 我只能说非常好，是不是呢？跟这个案情非常好。胡老师，基于你刚才答出了 AI， 这个手机再做10个俯卧撑我就给你了。太会加戏了。没必要吧。他说请保护好我的恋人小柔。就是这个 AI 也叫小柔是恋人。哦，所以这言者里其实是有一个自己的意识的。如果是 AI 在保护他的话，那这条短信是 AI 通过他的手机给保安发的。你看是这样的，言者里和每个人都在谈恋爱。不是，这个是王帅帅，这是王帅帅，这些都是王帅帅。他也是李李啊，你看。啊 ，AI 也是个渣男。AI 负责谈恋爱，你负责偷东西。是。报。咋了？没什么精神。有急报。为什么这么？我最近遇到了一些人生苦恼。你恋爱了？啊，我女朋友老是问我错哪儿了，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回答她呀？你们可以每个人帮助我一下，给我一条答案吗？你要这样想，我也没有办法。你要这样想，那我也没办法。普尔摩斯，你错哪儿了？我错哪儿了？你自己心里没数吗？没有。叔叔啊，你错哪儿了？叫叔叔还是叔叔？叔叔，叔叔。我觉得你最好好好交流，你这么说话的话，就降低交流效率，没有意义。哼，走开。琪琪，错哪儿了？我错就错在我没有发现你今天的头发没有洗，我没有发现你吃完韭菜包子之后没有剔牙。我没有发现你今天底妆打得不太好看。大错特错了。是。标准答案是等我一下。哇，这么带味儿。下载聊天王。聊天王智能助手有办法让你聊天永不垮，自动帮你选择最佳回答，系统还会成长强大，帮你谱写人生佳话。好，哇 ，OK。好，再见，记得下载，再见。好，那就比较明显了。这个王帅帅是一个社恐，不擅长聊天，所以从头到尾都是聊天王在帮你聊女孩。是，把 share 加一分。Thank you。现在小柔到底去哪了呢？哦，是这样，我知道，是那个聊天王他产生的人工智能不让你和小柔联系了。是，黑马术加一分。哦，聊天王把他们给切断了。对。AI 保护小柔的方法，第一是不让你和小柔联系，切断你的网线。第二是提醒小柔身边的人，你是个坏人。就 AI 他就不帮你聊了。是。你就想来这里把床底下的宝藏都拿走。忠诚思君加一分。那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拿走呢？因为昨晚的时候小柔还没有把宝藏都放到下面去，你要等他把东西都收拾好了放下面，他才可以来踩点。是。因为严泽里把你举报了，所以你被保安抓了。是，工藤司君加一分。哦，是这个意思。来，我说来，来。就让我用最后的 yes 来终结所有的 no。我是黑马侦探，黑马术。开始发言吧。你叫王帅帅。你是一个通过网恋盗窃一条龙的惯犯团伙。你在网上认识了很多女生。通过聊天王这个软件，它的智能回复系统让你能很方便的和很多女生建立感情关系。你在有一天认识了小柔，并和她建立了网恋关系。她从家里搬出来之后，你套取了她独自居住的地址，并在前一天晚上来到了她家里踩点。在杀害了她家的小狗之后，为了防止他起来找他的狗，你通过舔他手的方式稳住了他，让他不起来，并且你通过聊天王让小柔把财物放到了床底，准备今天过来盗取财物。但是你的聊天 AI 聊天王竟然产生了自我意识，觉醒了，他良心发现，决定
帮助小柔保护他，于是他切断了你和小柔的联系，并且他向小柔家的保安发了信息，告诉他你是一个坏人，当你再次在他家出现的时候，就让保安将你逮捕。于是当你到小柔家附近的时候，保安将你认出并且把你抓获。黑马术，不愧是未来来的黑马呀，还原成功。目前分数是工藤司君5分，黑马术5分。谢谢，请分数较高者拿到我们今天的 MVP 勋章。谢谢帅帅，双冠。谢谢帅帅。我叫王帅帅，和我的同伙一直靠网恋骗取单纯女孩的心，再入室盗窃。可最近只剩下我自己了，我不擅长和女生说话，只能使用一种叫聊天王的智能助手软件和女生聊天，它可以自动生成最佳回复。最近我用网名严泽里和一个被催婚的女孩网恋，她叫小柔。我故意在她身上制造怪异现象，比如偷偷溜进她的家，摸黑把她的狗杀了，她竟然醒了过来，想要找狗，于是我装成了狗，舔了她的手，她才安心地睡过去。第二天她果然崩溃，说一定要回父母家住。为了不让计划落空，我假装好意让他把财物都放在床底，安慰他马上就来保护他，他全都照做了。可我赶到他楼下准备对他下手的时候，却突然被保安抓走，保安居然说是严泽里举报了。我一看手机，小柔的联系方式和聊天王都找不到，原来由于长期自动聊天，严泽里的 AI 觉醒了。为了保护小柔，于是以严泽里的身份举报了我，并且自我卸载，我最终被捕，而小柔也彻底走出了这场闹剧。我们也想提醒大家，在面对爱情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一定要考虑清楚，不要通过这些可能都已经不是现实见面的一些聊天软件来认识这些不靠谱的男性。我最近在我们小区门口经常会看到一个口号，叫做三不一多，说的是不轻信、不泄露、不转账，一多呢就是多核实。对独居女性这个保护自己的一些建议嘛，给男性提点意见吧，别干这种事儿。漂亮，为什么要给女性提建议呢？对，有道理。给男性提建议，别干这种事儿，保护好你们身边的女孩子。网络一线牵，警惕这段缘。好，好，好。这双鞋一定是被诅咒了，不然那个女人怎么会阴魂不散啊？鞋是之前那个女人的鞋，这个女人是你杀掉的，阴魂不散的女人。你们先帮我拆下去，快点！你自己拆。就是很奇怪，陈依依为什么会被这种礼物所打动呢？要替陈依依报仇，柜子里的女人正是你，专门玩弄女人的感情。曼丽是你的新的下手目标。